没想到小弟的蓝牙棒打得那么痛，别吵吵了，好了，吃了这些药你就可以腰到病除了。哦，这药的效果有这么好吗？希望你不是个庸医。哎，腰不酸，腿不疼，感觉整个人都好起来了耶。既然你没吃这个时候上这次的医药费，鸡是我82年养的，薯条是采自天上雪顶，至于鱼是我中午的午饭，一共加起来500颗钻石就好了。What？ 啊，500颗钻石？你早说嫁给我就不一了。哼，可恶的小弟，害得我下个月的生活费又没了。卖炸药了，卖炸药了！无论是摆设还是埋地下，效果都是杠杠的。埋地下？嘿嘿，还好最近学了个陷阱，那我就来个先学先卖，可惜现在身份无闻。好嘛，丫头，看你我这么久是不是想买炸药呢？我们都是人，可以给你打个九折。九折呀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但是我身上1分钱都没，你能先借点炸药我吗？过几天就还你钱。小店生意薄利多销，怒目舌战。不过你可以在我这抵押宝物。宝物？我身上只有一颗百变给胆花，你这些炸药也太吃亏了吧。我当然不会让你吃亏，电缆线、电缆产生器这些都会送你一些。这样还差不多成交。万事俱备，只欠陷阱。哎，正好小老弟不在，走你。陷阱就住在小老弟房前的箱子下面，先把坑堵上，免得小弟突然回来被发现了，在下面掏空，不然怎么够放炸药呢？搞定，接下来就是做陷阱环节。箱子下方传送收集器，收集器下再来个箱子，电能产生器，电能增幅器，最后就是放炸药头。当小弟在箱子放东西时，电能产生器就会产生电流，再通过电能增幅器传到炸药头，到时小老弟还不炸上天，哈哈。今天又小赚一笔，如果5、6期能来光顾，那就太好了。Oh no！炸药桶怎么被点着了？救命啊！